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 啊。咁欢迎嚟到我哋 Marvelous 嘅出得厅堂系列嘅。咁今日咧，我哋就会以一个医美教室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医学美容嘅技术咯。我会以我咧就系喺医学美容工作咁多年嘅经验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啲嘅医学美容嘅疗程啦。其实喺香港咧，好多人都会有一个色斑啦、色素啦，同埋啦皮肤暗黑嘅问题。我哋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一定会去做皮秒激光。咁佢嘅好处咧就是佢有不同的探头嘅。咁第一个探头嚟讲咧，佢就可以打到去我哋嘅真皮层，同我哋传统嘅激光有不同嘅。佢皮秒咧系以一个更加高速嘅速度啦，将我哋嘅皮肤里面嘅黑色素啦击碎成为粉尘状嘅，令到我哋身体咧更加容易咧就系消化咗一啲黑色素嘅。第二个嚟讲咧，有一个探头咧可以解决到皮肤凹凸洞嘅问题嘅。咁佢咧亦都喺个方法嚟讲咧，唔似以前做微针咁样，好痛好痛好痛。佢嘅感覺好似橡筋彈咁樣，就可以啦，解決到暗瘡瘌嘅問題啦。第三個嚟講咧，皮秒激光亦都同時間啦，可以做到好似化咗妝咁嘅感覺，即係咩啊？即係做到一個嫩膚無瑕、冇曬毛孔嘅感覺嘅。聽完啦咁多，即係皮秒激光嘅好處啦，係咪都好想做呢？但係其實有冇諗過咧？我哋每一次咧做皮秒激光啦，都係需要用上可能一個鐘頭嘅時間啦，同埋啦，即係每個月咧，我哋要定期去做，要做四至八次先至可以有一個好優良嘅效果啦。同埋啦，做皮秒激光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痛感嘅。坊間咧有冇一啲嘅方法咧係可以？即係好舒服啦，或者即係你敏感皮膚都可以用到嘅一啲嘅方法去做到解決色斑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其實有一個產品係想介紹俾大家嘅，呢一個產品咧就係 Marvelous 嘅素顏面膜啦。咁素顏面膜咧就係我哋所講啦，一個平價版可以啦對付到色斑啦、色素嘅一個問題嘅。佢裏面啦會有一個上等嘅燕窩美白嘅成分嘅。咁亦都會有啦，遊離拉拿啦，呢一個成分嚟講啦，就可以防止黑色素嘅形成啦，令到我哋啦可以做到即時203度嘅效果。同時間啦，裏面會有膠原蛋白啦，咁大家都知啦，膠原蛋白咧就可以令到我哋面部嘅皺紋啦、紋理咧就係減淡咗嘅。佢亦都可以啦，幫我哋啦個皮膚咧就係做到一個深層嘅保濕，因為裏面啦有一個嘅水凝素啦。同埋啦，脂囊性複合物呢兩樣嘢咧，就可以將我哋嘅面膜裏面一啲嘅精華咧，就係完完全全帶到去我哋嘅真皮層。咁咧呢一個素顏面膜咧，其實我哋係 guarantee 啦，就係裏面無毒、無害、無污染、無負擔嘅一個面膜嚟嘅。無論係敏感性肌膚又好，濕疹都好啦，都可以用到呢個嘅素顏面膜噶。聽完我分享兩個嘅方法去解決面部色斑嘅問題。咁咧，其實如果你係有時間啦，亦都金錢去咗嘅話咧，其實我都會建議大家去做皮秒激光療程嘅。不過如果你係敏感肌，同時間啊，你係又想平平地循序漸進咁樣去解決你色斑嘅問題，我就會建議你去用素顏面膜啦。對於今集色斑或者啦，你仲有冇其他醫學美容嘅療程，仲想知道更多，記得留言話俾我聽啊！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啦，記得 like and share 俾埋你嘅身邊嘅朋友仔，同時間啦，記得訂閱埋我哋呢個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同時間啦，記得啦，就係 sorry， 我記得嘅，OK OK OK， 睇下。